我们第一关勇气的考验游戏叫做天生我材必有用，规则是每组派出一个人展示个人技，其他组嘉宾可以自由派出成员进行模仿挑战，一人挑战成功加一分，两人挑战成功加两分，全组三人都成功加四分，如果个人技无人挑战成功则本组加四分。好，我们比赛正式开始。我们就往体力去干就好了。我硬拉 max 145公斤，硬拉可以。We are the top。这个技能，我们三个人同时都要做一样的技能吗？不用，只要一个人就可以。只要有一个人他们赶不上就行了，是吗？导演，那他们完了。特别是谢娜，死得坦坦的。就看谁死得坦坦的吧，一个演技就震翻你。这个环节，个人技能我是最强的。我就是要气谢娜。孙千组先来吧。好，我的个人技是一口气吃好多个葡萄啊，就是不嚼，然后一直往这个嘴里塞葡萄，塞满20颗。20颗，我得看就是有没有人跟我 PK， 我怕我提前报数让他得了逞，就是包在这里面看谁包的。对，我们嘉哥这里可大了。你上去弄，上去弄。是在报仇吗？他这真的宽。孙谦，孙谦，我觉得嘉哥伤害你了。我说嘉哥，你上去。他说真的宽。我不参加了，上到真人攻击了。是不是没有人挑战？咋没人呀？啊，那我们俩一起。来吧，智胜够宽。上，徐志乐上了，你怕什么？三个，那我也挑战。牛。我去吧。你去。我去，徐志胜可以吞我了。你看，我就这么说，这个应该是我的个人技，我应该后悔了。我在那数，来吧。啊，就是你说一，然后我们一人塞一个。一人塞一个。来，起，一，二，不许嚼啊。三，四，五。徐志胜快满了。六，怎么都不在频道上。七，扎姐永远跟别人不在频道。八。哎，丁真还没吃吧？嗯。啊，九。还能说话？九。十。十一。十二。十三。十四。十五。要小颗一点。十七。十八。嘉哥。吐出来了。嘉哥已经爆了，是不是？嘉哥淘汰。没有。没有，十九，还有位置，十九，碎了不行啊，碎了不算了。二十，哪吒，二十一，哪吒已经不行了。二十二，二十三，兄弟，二十四，丁真淘汰了吧？你是上来蹭葡萄吃了吧？二五，哪吒淘汰。我怎么不信了呢？哎呀，25了，26，27，回家你都给吃了吧？28，哎，哦，孙坚不行了，孙坚不行了，29，徐志胜真牛啊！这个最大窍门是不能看徐志胜，他还没进去，29还没进去，No， 不行了。徐志胜淘汰。三十，三一，三二，三二，三二，你塞进去三二。丁真，你要是嚼了，你就回来吧。三三，坚持住，真真，坚持住。来，准备三四啊，三四。维嘉，你在那吃什么呢？你没有，三四，继续，哎，孙谦退出来，孙谦淘汰，恭喜两位挑战成功。两个榨汁机，比孙谦多的都得分，静姐组、娜姐组各得一分。哇塞，嘉哥你真的大。你这里真的大，哎呦，我的天呀，你挺能耐呀！我尽力了，刚刚进嗓子眼里了。接下来将由我们队为大家
带上个人技能。我们队呢是表演欲爆棚，任何地方都是我们的舞台，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。接下来派出我们这个队最不怎么样的乔恩为大家表演。啊，我今天要表演的这个就是虽然听起来不怎么样，可是我觉得现场应该没有人可以做到。我这个叫做疯狂转眼珠。我的天哪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天哪。所以你要先把眼睛这样子变成斗鸡眼，然后人工智能吧，是左边右边左边右边，就是你要只能动一边的眼珠。这绝对挑战不了。对上了吗？没有啊，瞪住我了。中间还有一个缝。快了。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连对眼都不会。嗯，你看自个儿的鼻梁。鼻梁啥呀？怎么对了？你这样，你这样。不，你看指头，这不对了吗？就对了吗？对了。差一点这个眼睛。再往里看。有点远，从眼看到去。我们在训练斗鸡啊。可以，对对，先你这个不对，是对了，他得是这样，哎，对对对对啊，对对对，他对了，对对对，是，我可以，我也可以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哇，太好了，对，然后再往那边再对回去，对对对对呀，我们也会，我们也会挑战，我们两个一起做，看一不一样吧，一起做，来。好，啊，算一个眼球，这两不是两个一起动，是一个动一个。你只能先动左边，再动右边，右边两边都在动，不行。我给你试一下，我给你。只能左边动。啊。你没有在动。对住了。没有没有，你等两个在。这个算吧。他们一起往这边动。在我旁边，你就可以比较出来了。好的，你看看。这个不行，这咋弄完的？那这个确实不行。对对，这么远。他是真的是可以动一个眼的，对的不一样。这个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没有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对着得分。大姐组加四分。我们认输，这眼珠子 AI 吗？哎，但我哥哥能做出来你们也不会的效果。什么？就那种呆滞的效果。你来，哥哥。你看看，你们来表演，谁能表演的这么呆滞？菲菲，你要不要尝试一下？我不行，我只能翻全白。他只能翻白眼。啊？什么东西？太吓人了。来了啊！还挺吓人的。哇，真的，真不信吗？黑化哎，往上翻，然后没有黑眼球。你呢？不会是一种技能。哎，往上，厉害吧？什么都不会。哎，导演，那我们这儿有个人什么都不会，算不算呢？对也对不上，往上翻也翻不起来，这种的。真的，这种就眼太大了。你像我太容易翻。我没了。哎，你们他白黑眼睛没了，眼都没了。来，静姐。